是我听过最深刻的一个歌词。是吗？我觉得你把人生刻画得好真实。好，重点都有屁股，加分，这是重点，对不对？对，会穿衣服，有胸部，这个有吗？有有，而且很大。美丽，哎，这个有啊，唱歌很好听，你不可能听过他唱歌。清风叫我讲的，清风，所以不是你的真心话，是不是？也没有，他说，因为我跟他说，我只看得到荧幕上的你，然后我想知道你还想听什么，然后清风就说你平常唱歌很好听，所以要跟清风讲一下，就是唱歌很好听这个话。屁的，我唱歌真的很好听，好不好啊？那张悬，你唱给张悬听，让他说好不好听？我都有看节目，很想听你唱，是不是？一句哦。我的宝贝，宝贝，给你一些甜甜，让你今夜。哇，大走一面。是老师给我下音乐。他心脏可以帮你伴奏。让你。好了，好听好听。前面是不是还不错？前面还不错。OK。哎，你干嘛忽视评剧这一段？他随便写的，你不要当。我觉得听起来很诚恳。没有没有，划掉就好了。你不唱一段评剧吗？不要烦观众啊。好，所以他叫我们做自己有个性，你可以继续问你想问的问题了。是他叫我们做自己的，做自己。因为我自己，我讲的是共勉之。好了好了，可是都有看你节目的时候，这个我会看你们的耶。你有看《康熙来了》？我顶多看你们的，然后 CSI。我们节目以及另外一个验尸的节目啊。不会，这那一看我们节目，我很希望我被杀掉。侦探节目，对，侦探。这节目是验尸节目。哎，所以讲真的啊，今天上我们节目，你人生应该已经饱和了吧？就上完，如果公司说我们再帮你排另外一个谈话节目，你还可以 handle 得了吗？就是还是像这样的吗？自己是没有，其实就是康熙来了，可是下次是你一个人。你们还想要再听我讲话？你一个人来，啊，因为还有很多感情的事都还没聊啊。我这次来其实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我的主管用真心跟我交换，我们决定用抽塔罗牌的方式决定要不要上电视，结果但是抽到小 S 就抽到皇后牌，所以就觉得啊。一定要过来那个，所以你本来是说你绝对不要上谈话。所以如果抽到不对的牌就不来了吗？就觉得随缘就好了，就没有觉得那个一定对，一定要上。那你来上节目之前，公司的同事有没有骗你说你放心，他们绝对不会问你的感情？有，他们有骗我，他们有。跟制作单位讲好了，他们主持人说绝对不问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今天超客气的耶，我们还有好多都没问呢。我们六十把飞刀只飞出一半把而已。是我自己不大方，我就。所以现在要大聊吗？他上一次那个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创作歌手应该可以很大方。很大方，他们都会答。你上一次的那个人生活是什么时候？张悬，不要回答。不是张悬很想要讲这个东西，他要跟我们聊哦。哎，陈珊妮发单曲了，这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。只有热情跟实践可以改变世界。然后，对，好，那这段也帮你。你以为这样就打发掉我们？我们还剪掉吗？就冲出来救你嘛，所以王子自己要付出代价，对不对？你既然那么爱打岔别人的话题，你就是来回答看看。我如果回答，我就不信任。杠上，后来冷静下来，发现我也不想听的答案。我听了这我有什么好处？我真的是。而且我们会写纸条给陶晶莹，到星光大道继续逼问他。小雨可以回答吧？哦，那个不行。因为小雨一个创作歌手，真的以为来这边是聊创作吗？对啊。会不会太看得起歌手？你以为是来聊创作的？怎么可能？心路历程跟有没有很心酸或开心的事情，唱片公司主管都是这样子的。不是因为张悬，你自己凭良心讲创作，怎么聊六十分钟啊？真的吗？好了，张悬不要焦虑了啦。新专辑的过了啦。新专辑里面你要唱的歌是哪一首？
哎，我今天来唱宝贝。啊，你今天唱宝贝吗？因为听说 OK， 他非常爱，对，我们都非常爱这个。Go go go！ 好，欢迎张悬赏。我的宝贝，宝贝，给你一点甜甜，让你今夜都好眠。我的小鬼，小鬼，逗逗你的眉眼，让你喜欢这世界。哇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倦的时候。这张 CD 杠上康永啦，再被你帮你做的歌，是我个人的歌吗？是你个人的，他做事认真，是是，画圈圈，我很认真，为什么只有他有笔？本人比电视还正，但电视长得很丑，请你不要用扭曲的心态看他。他自己有分寸，他哪有分寸？超没分寸，你个婊子！六周了，你们是不是和林小姐一样已经战胜体脂肪？谢谢教官。小心，别再让体脂肪有机可乘。跟着我呼口号，继续快每周，天天天有效，天天天有效。怎么又纠结？宝贝这个歌你还能够唱几遍，就是会有一天说哦真的唱3000遍我不要再唱了。不会，没关系，对不 对, 对，所以你现在唱的时候内心还是有感觉在，是不是？因为其实我真的我觉得人不对的时候我不唱就是不唱，所以我没有那种硬要唱到自己受不了为止的时候。你说你有曾经人不对然后别人叫你唱你不唱哦？有时候他会觉得就是一开就是，你是说到婚宴场合别人拱你唱这种情况？那个还好，那个还好。可是就是那种他这家伙应该喝了点酒了，比较好对付吧？是，对对对，是亲戚到你家做客，然后你爸妈硬要你唱吗？类似像那种的话，我还没有发生过那种。那种你要相信焦先生的亲戚们也没有很想听，因为你要正襟危坐听宝贝，然后说真好，而且不能伤害我很敏感的创作者的心灵，他们会觉得压力很大。对，因为你好像有时候你在台上是不接受点歌的吗？开心了才会接受点歌，但是我不喜欢歌单，就是你写信然后硬要我唱什么，如果没有你就会跟我说你很失望。我会觉得排歌单有时候是 live house 表演者的自由。对，那你现在已经可以离开你座位，你需要氧气吗？好，哎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来，坦克你要上来了。